落底線，周建威追住佢，佢一吸吸過咗，再俾卡路士，卡路士一腳射埋，一轉身守死啊！越咗埋，越咗埋，越咗埋，到內布格後半場斬咗過嚟左邊嘅朗拿度，第一時間俾卡路士，卡路士入射，唔係啊嘛，哇斬到過，費卡路士，細望幾入啊！真係㗎，好啦，一斬出嚟，張一雷。足球養我一世噶啦！嗰陣時我哋真係當球場好企咁滯噶，嗰時我哋真係練波入去，乜都去嘅，比較而家，唉，即係有陣時咪話自老埋老，我哋冇場波都睇嘅嗰陣時，香港嘅波冇份講都睇，但係而家嗰啲冇份講去都唔去啊！何鑑剛喺60年代加入香港電台，但係最初嘅工作同足球完全無關，喺時事節目入面讀報章社論，後來更加做咗記者四出採訪。但是自小鍾意足球，每逢大球场有球赛都会入场观战，风雨不改。在大球场，何老监除了找到看波的乐趣，还遇上当时的港台中文台台长周乃阳，发掘出他的港波天分，开展他做评述员的人生。他是去看足球，我是去看足球。那时在大球场散波在行下来的，那么有几次就撞到他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老闆。因為嗰陣時候我哋跟阿歐陽宇德做記者，點見到老細嘅大佬？咁啊，大家你知我咧就你如果識我，你知我口水多過茶嘅。除咗鬧人之外，喺草原巴閉咁啊，喺大球場嗰度行嚟，喺度講波經啊。咁啊，有幾次同佢一齊，我都唔知佢老細。大家講波經，我賣到眼啦，我哋揾到。點知佢認得我？咁啊，叫啲人話喂，揾嗰個啦，睇佢試下啦，咁就叫咗我上去試。当年香港电台声音转播足球赛事，主要由卢振轩和叶冠哲做评述。初初入行的何鉴刚在这两位前辈身上获益良多。初初咁嘅，轩叔啊，俾一段嗱，呢十分钟你试下噏下啦，咁样噶嘛，咁噏下噏下先，噏半场咁啊，全场。我哋嘅讲法系跟晒佢两个，因为冇我哋冇人学系佢啊，佢带你出身，你自然就要学，无形中你就会跟住佢个路线走啊。啊，叶冠哲嗰啲啊闹人啊。改翻下名啊咁，啊卢振轩啊中即系柔和啲嘅，即系讲出嚟有文路啲嘅。啊，无论点都好啦，啊细克攞住个波，将个路线阻住，打个长传冇字出界。凭住独特嘅港波方式，何老监日渐受到球迷嘅欢迎。当年火拍住人称苍宇嘅林尚义，成为港台嘅港波之宝。何鉴刚加入港台十几年之后，细佬何静刚受到他的影响，亦都开展了评述员的生涯。兄弟两个人在足球评述的路上走住同一轨迹。有个好处就是我成日跟住大佬睇波，我听住佢哋，又听住佢点讲，即系识咗啲嘢。70年代中期，叶冠哲、卢振轩相继退休，只系得翻何鉴刚同埋林尚义两个人在港台度评述球赛。何正刚顺理成章去到港台投考，但系当所有人都睇好佢嗰阵，偏偏就遇上咗挫折。咁啊，考嘅时间咧，我就系可以讲啊最畅顺同埋即系讲得最好嘅。咁但系我把声系最曳嘅。当年考电台一定要考声啊，你冇声你就你点靓仔都冇用啦。咁当年咧，我大佬咧就即系冇利用关系啦，佢又冇讲我系话我系佢细佬。咁收尾嗰啲。上头讲完之后就有佢先啦，唔好用住啦咁。但系1974年嘅金禧杯，俾何静刚亦都踏上咗足球评述嘅舞台。咁啊，金禧杯咧就打两场嘅，4个钟头啦。咁啊，得两个人讲，由第一场一路要讲到尾嘅。咁两个人点讲啊？阿苍宇即系听过我讲波啊，佢就叫我大佬佢喂，都系揾你细佬帮下啦。你点？你如果唔系我哋两个点死啊？真系喎，两个人讲。咁多其他有啲同事咧，試下啦，唔緊要啦，唔得先算啦咁。唔係你兩個真係捱唔到噶嘛咁，咁啊叫我去試，幫佢哋即係講幾分鐘咁樣啦。何鑑剛、何靖剛呢對足球評述嘅黃金拍檔，講過無數脍炙人口嘅球賽，見證住香港足球嘅高低起跌。佢兩兄弟嘅招牌聲音，唔少球迷仍然津津樂道。30分鐘啦，比數就1-0。70年代嘅時候咧，就因為電視都唔係咁流行啦，或者唔係個個都有電視咧，但係足球就轉播嗰陣時咧，就好多人聽嘅。咁啊，唔得閒去睇波嗰啲咧，都多數就係聽收音機咯。咁
個個聽嗰個佢哋兩兄弟講波，佢哋兩個嘅聲音都好洪亮啊，即係都係好嗰種氣咁樣，就所以講起波上嚟都好生動，同埋就係、是、冇機會去睇波嘅時候咧，個個即係憑佢嘅描述嘅時候咧，都可以知道嗰場波嘅緊張啊，或者精彩嗰啲地方咯。唔係得罪而家嗰啲，咁啊，因為而家佢嘅科技會好新，譬如佢搜集資料嗰方面咧，佢會好過以前嗰啲足球評述員。就但係講到個廣播嘅生動啊，或者咩成啊嗰啲咁咧，咁佢哋就始終都係差啲。好多時有啲球迷或者大家朋友講開都話：，嗰場波都悶到眼瞓嘅，俾你都講到閂曬啦。我哋講佢入，即係我哋話入咁，就算佢唔入，我哋都冇問題㗎。啊，處邊出界喎？咁你即係要刺激下佢，等佢咁樣。哎呀，你講唔入啊？唉，咁樣。即係會有咁樣啊嘛，咁佢咪過癮咯。咁其實你話講我哋廣播，即係咪認識好深咧？其實坦白講啊，係有幾多個啊？除非你踢波出，真係踢波球員出身嘅啫。有好多嘢咧，就係你自己做出嚟嘅啫。你好似有咩炒界攋嚟去成啊？啲人哋足球邊有呢個語嘅啫？係我哋啲前輩做出嚟噶嘛。咁總之你安啲嘢出嚟咧，球迷中意嘅，你咪受落，你咪點咯？经历香港足球嘅黄金岁月，见尽一代又一代踢好波、踢屎波嘅球员，何鉴光最欣赏嘅系佢。佢喺球场嗰度真系个头脑好清醒，就是、姚卓源真系冇得顶啊！呢、这个人，即系当时南华嘅三条线咁红啊，就佢、是、系最 fit 嘅一个。有好多时间咧，你真系佢立刻系表现佢嘅光芒出嚟嘅。有阵时候我哋讲波，我都睇唔到佢会俾个位置，佢竟然俾到个位置。好多人都公認佢係一個好有技術同有頭好有頭腦嘅人嘅球員。講翻起港隊嘅經典大戰，何正剛就最記得呢一幕。我記得係亞洲杯，我又真係識啊嘛，就喺大球場打嘅，就是、香港隊白嗰場波啊。咁啊，呢場波咧就我一即係我自從一入行，哇！見到呢場波我就已經真係最難忘啦啊，因為佢係。82分鐘打完都是打平，跟住互射同北韓互射12碼，射了兩次，即是兩輪啊，唔係一個人一次嗰啲啊，兩輪11個，即是22個射曬再22，然之後射突然死亡，咁啊，結果最好波嗰個胡國雄竟然係射失，仲有一樣嘢喎，佢實際上嗰場波咧，嗰個球證咧都已經偏幫咗香港噶啦。因為他第一次買射已經射失了啦，但球證即刻吹雞話北韓個門將喐腳，再射過，即係俾多次機會你，佢都射唔入，咁咪輸咗咯。被球迷視為黃金拍檔，喺廣播壇上冇人比得上呢兩個人嘅默契，但係原來兄弟班上陣都有唔少尷尬嘅時候，都差唔多。有時候我就唔中意話佢添，我驚你出邊啲人影響，我成日騎住佢。有陣時候兄弟當唔係一定好嘅，即係當然唔係嗌交過唔好，即係話個默契性啊咁。有陣時即係有啲可能會有啲尷尬嘅，係起碼咁，因為我嗰陣時差唔多喺廣台，唔單止係廣播佬，我係嗰個節目嘅監製嚟嘛。即係譬如有啲咩嘢啊咁，我即刻要佢講話嗰啲，有啲咩俾人投訴，我即刻要清楚嚟傾偈啊嘛。咁你嗰個係自己細佬，咁佢都冇俾人投訴。咁自己係細佬，咁你點傾偈咧？咁其實佢跟我出身嘅，佢學我啲嘢嘅。咁你傾揾佢傾嘅，即係話我自己唔得嘅啫。曼聯真係犀利啦，又贏一場啊！嚇，而家咧就以呢個66分咧排呢個第一位。咁啊，好可惜咧，阿仙奴又和咗波。不過而家只係得咧呢個59分，相差成7分㗎。加入香港電台超過30個年頭，
何靖江而家以兼职嘅形式主持体育新闻，由篮球、网球到赛车、蛙艇都要报道。但系无论点都好，足球一定系重点。准备咗咧，就系话讲翻呢个欧洲四大联赛目前嘅联赛榜嘅形势啦。跟住咧，我就会讲呢个美国 NBA 噶啦。咁今日咧就有一场咧，嗰个咧系西甲嘅赛事啊，就呢个艾美利亚对毕尔巴。咁我又或者会咧同佢分析下边队有啲机会啦，吓，即系输或者赢啦。回首喺球圈嘅岁月，足球带俾何靖江嘅，除咗名誉同埋金钱之外，亦都有无尽嘅满足感。好啦，今日体坛到正430讲到呢度啦。我咁都有嘅，即系有啲点啊，力遇感或者咩啦，嗱，即系我都能够，虽然我系一个小人物，但我都能够做到一啲咁嘅嘢啊！我唔系为自己，为大众，为体育，咁都有啲即系成就感或者点啦，即系做咗咁耐都即系不枉一场啦，可以讲啊。90年代开始，香港足球嘅成绩走下坡，港台转播嘅球赛亦都越嚟越少，喺港台冇波可以讲。2006年世界杯之后，亦都冇再同电视台续约。记翻起以往广播嘅日子，何靖江感慨万千。咁啊，电台又冇波讲啦。咁啊，我都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系心灰意冷嘅，即系我唔好讲啦，因为我曾经破过产啊，我破产啦。喺破产嗰段时间之后咧，我曾经真系心灰意冷啊，即系点啊？冇咯，啊你电台又唔讲啦，啊咁你其他嗰啲都唔请你，都唔请你啦，咁有咩？因为而家即系好似而家咁样，个个都同我哋以前所做嘅系两回事嘅。啊电台冇波讲啊冇啦，啲电视台而家广播嗰啲冚棒都大部分都系以赌波为主，虽然佢话唔咩啫，都系。以講賭波為主咁嚟，我係好唔贊成呢樣嘢嘅。你如果你嘅心態賭咗波，你都唔係睇波啦，你係睇佢哋嗰隊贏啫嘛。嗰隊輸咗，你又鬧人哋打假波，咁多啲假波打。足球將兩兄弟緊緊聯繫，足球亦都令呢兩兄弟各分前程。細佬留喺港台。哥哥何鑑江1990年毅然退休，离开港台呢个成名地。其实我退休咧，有同有冇波讲系有些少关系，因为好即系人嘅嘢咧，就好多好多因素嘅。咁嗰阵时咧就系取消咗我嘅体育组，话呢样又唔播，讲又播到 cut， 咁啊连足球都话 cut， 咁啊将我调去一个新开嘅电台第7台，系交通同埋财经嘅。咁我讲得冇乜人啊，大佬。地位是高了的，整个交通台你揸 fit 喎，大家心照啊！你一个政府电台咧，你系有责任去报道呢啲嘢，因为我哋好多人睇唔到电视喎，净系听到，有啲睇都睇唔到，有啲咧就系行业嘅问题，小贩、的士佬、小巴佬，佢冇时间坐定定喺度睇你电视嘅噃，咁你唔可以提供啲声音俾佢啊！咁呢样嘢咧就你係有責任喎，咁你即係我唔明港台嗰陣時為咩事我唔廣播，我真係唔明，我到而家都唔明。年屆55，失意港台，本來以為從此退隱江湖嘅何鑑江，點諗到退休只係事業嘅另一個開始。我退咗休之後，仲精彩過喺港台。咁啊，94年，適逢其會，中國甲 A 開啊，咁啊。有人介紹我去嗰隊攝影隊嗰度做，啊咁一路咁啊做到10年甲 A， 嗰陣時遊遍中國大江南北，邊度去啊？什麼延邊啊、沈陽啊，我哋都要去，因為佢有波打嗰度，我哋要去噶啦。其後中國超級足球聯賽成立，喺球壇人面廣嘅何鑑江到處為中超聯揾贊助、揾商機，成為內地球圈嘅泰山北斗。今个赛季嘅中超联揭幕战由广州恒大同大连实德两支球队合力上演。
何正江亦都专程上广州捧场。今日咧嚟到依度咧，见到佢哋嗰个宣传啊，同埋嗰啲球迷嘅热情咧，大家都可以睇到啦。嗱，五点零几钟啫，系嘛？未够八点，咁佢哋已经啲球迷已经陆续咁入场。以前咧，你中超一开始搞咧，一路都系算实际上唔错嘅。佢中国亦都好多球员出嚟嘅，但最大一样嘢咧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，假波、黑哨，全中国都知道。呢樣嘢係最令佢唔好嘅，即係最失望。你如果唔係呢啲嘢出現咗咧，你嗰啲球員真真正正用心用力去踢咧，唔會衰。即係我覺得唔會衰得過任何國家。你睇下佢嗰班恒大嘅 fans， 哇，幾犀利啊！佢而家學足以前嗰個 J League 咁啊 ，J League 嗰陣時就係即係初嗰時候犀利。爭少少啊！呢個波，香港球迷一樣係咁熱情。你以前啊，有啲好嘅球隊嚟咧，賣成600蚊張飛都試過啦。我都問啲球迷啊，哇哇600蚊喎，你抵得？梗係抵啦！我睇一個球星啫嘛，一個球星已經夠曬啦咁樣。咁你香港係咪真係冇球迷咧？唔係冇嘅，係問題點樣你吸引佢翻去？即係而家你香港嘅足球嚟講咧。即係我哋坐喺度睇波嘅時間，我哋都心噏嘅，因為隔離左右嗰啲球迷咧，啊60蚊張飛，不如我落去踢啦咁。東亞運動會應承所有嘅嘢，到而家唔知實現咗幾多，淨係場地就已經係唔掂啦，係嘛？咁你點啊？嗱，而家啲甲組球會咧冇場地嘅，所謂主場。連主場都練唔到波嘅，咁咩叫為之主場？所以嗱，我唔係話講啲咩啊，我真係噶。所以亞運俾人哋卡咗佢，我覺得係啱，因為你未成熟，你就算你有軟件都冇硬件。回得曳嘅呢個咯，回得咁曳嘅。咁而家中超好多啲即係有錢佬嚟嘅，個個都係嘛？咁佢能夠肯使錢嘅，咁啊同埋咧佢個商業贊助嗰方面咧，應該都唔錯嘅。咁唔係對球員又好。對個球市又好，香港如果你係改一改，希望揾多啲贊助商入嚟，咁得唔得咧？咁照計就唔係話唔得嘅，問題咧就係政府肯唔肯資助啦。啲贊助商拎幾多錢出嚟，我可以將你嗰啲錢咧係當係税，係免咗你嘅。咁你變咗多咗呢啲商家出嚟搞咧，咁你個球市咪多咯。仲有一樣嘢咧，就話佢如果嗰啲商家肯。抌錢出嚟搞啦，你就唔好限佢啦。亦成日都話要限乜限物，即係話又限外援啦，又限點點點啊咁樣。你限佢冇用啊，你放心俾佢搞啦。咁啊搞多啲，搞多啲嘅時間，嗰個球市就會好啦。因為足球造就何鑑江、何正江呢兩個名廣為人知。但系亦都因为呢两兄弟，令到一场又一场嘅球赛由沉默变成经典。过去半世纪，香港嘅足运由盛转衰，佢哋两兄弟喺每场球赛都做旁观者，但系佢哋比场上任何一个人都更加用心去投入比赛。回望港波嘅生涯，一个话始终有遗憾，系一样啦，未去过现场港波世界杯，但系呢个我谂好多人谂都谂唔到嘅。想去都去唔到，因為香港冇地位嘛。你所謂現場多，咪揸個手提電話去現場咯。你人哋會分個位俾你咩？好難啊！而家一個就話會堅持到最後一刻。啊！我真係到而家我都未諗過，我真係我仲想去做喎。我對即係足球都仲有好大嘅興趣，所以我而家咧都仲
场场帮佢睇嘅。花錢都花得乜都乜都喺出邊，真係魚翅撈飯。啲媽姐咧，和尚師姑都炒股票嘅話，董偉同蔡太都係股票經紀業嘅老行專，經歷過股市嘅大起大跌，好為見慣風浪。咁咁多年嚟，經紀業點樣演變？最風光同最慘淡嘅年代，佢哋又係點樣度過嘅啦？请留意下一集的《香港白人》。